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家 TV 秀。这几年啊，台湾的生育率啊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。最主要原因呢，大家普遍还是认为是薪资收入太低的关系，而导致大家都不敢生小孩，因为怕养不起。但你真的觉得是这样吗？而最主要原因又是如何呢？今天妈咪我就要来揭开为什么大家都不敢生小孩的最大原因。身为两个孩子的妈，我所说出来的话绝对是有公信力的。为了解开这些谜题，我花了五六年的时间，终于帮大家整理出了三大原因。首先，第一个，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就是要把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，这样小朋友回来就会开开心心。好啦，都整理好了，可以去接小朋友喽。终于回到家了。哎，你们东西不用乱丢啊，赶快收一收，赶快收一收。你以为只有这样而已吗？接下来第二个原因，这是我的，我先拿的，不要吵了，玩具有什么好抢的？大家一起玩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每次玩玩具都在那边吵架呢？还要玩吗？不要吵架。我想要娃娃队。不要，我要这个啦。娃娃队。我要这个。娃娃队。还提，你们为什么每次连看影片都要吵架呢？这样是不是不要看了？要。那可不可以和平相处？可以。一人轮流一次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我先拿。我先拿。我要自己拿，我不要给你。我要自己拿。好，不要吵了。为什么你们连吃东西也都在那边抢呢？真的是吵死了。看完上述两个，你的理智线还没断吗？来来来，第三个。为什么连看书也要抢位置呢？真的是很吵，知道吗？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亲身体验，耗费了六年的时间来帮大家整理出来的三大原因。这样大家有没有觉得？这才是大家不敢生小孩的最大问题呢。可是既然都已经有两个小恶魔了，我又该如何在这种高压力的环境之下生存下来呢？苏迪有 TOF 蓝牙耳机，是一款使用蓝牙 5.0 传输配对方式的真无线蓝牙耳机，有效距离传输最远可以达到15公尺。不过这个距离肯定是中间没有任何障碍物的情况之下咯。两只耳机都配有独立麦克风，让你在接听电话的时候有更好的通话品质。耳机上配有一个按钮，可以控制开关机、电话接听、音乐播放和暂停，并且支援时下最主流两大智能助理 Siri 与 Google。 最重要的电量部分，单耳在充满电的情况之下最长可以使用7小时，搭配可吸式充电壳，总播放时间最长可以达到35小时。它
让妈咪我24小时都能够轻轻松松对抗这两只小恶魔。以上就是我今天所分享的影片，那到哪里购买呢？我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里。另外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现在只要输入折扣代码，全馆商品都打85折。在12月31号以前，只要到官网购买 Studio Tof， 还会再加送精美的包装礼袋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加按赞，还有追踪我的 IG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